广州布莱德红卡举办品牌发布会，并且邀请了中港红星林峰先生、何韵诗小姐和世界小姐张子琳来演绎最新的春夏节日系列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还会在舞台上面听完音乐，感受到 Miss 春夏的一个品牌的无限魅力。那么可以说，今天在我们现场更是要给大家播报一个好消息，凡是在我们现场的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复古的一个优惠环节，更是能够得到我们明星专属造型师马瑞老师在现场给大家带来一。나가시기 전에 구독, 좋아요 부탁드려요.